namo Amitabha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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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Amitabhaye. 无量寿经 卷下 请大家翻开254页第二行复次此事，他方诸大菩萨发心欲见无量寿佛，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甚众，必诸菩萨等命中得生无量寿国，于七宝花中自灵化身。这个诸上三人慈悲啊，今天讲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上至下品啊，这个生极乐世界了，不能生疑惑心。因为呢，生疑惑心在哪个生心呢？并不是说不相信极乐世界，不是的，就是不相信佛的始终智慧，也就是总的就是佛智，不相信佛智，所以生到愚尘。现在这段文章没讲得了，我们今天讲的呢，愚尘地下是分五窟，现在是第三窟。第三个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解说极乐世界的事情，就是说他方世界的菩萨升到极乐世界里去，不能生疑惑心。所以这个在我们修净土的人呢，应该知道修净土信愿行三观，信愿行三观了，但不能生疑惑心，这个定要紧。疑心定要紧，不能有。在这个生净土的这个生疑尘的这个地方，主要就是生疑心啊。今天讲的第三个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就是慈氏菩萨。慈氏菩萨当时做代表，就是弥勒佛啊，大家都相信，晓知道弥勒佛多。慈氏菩萨是哪一个呢？就是弥勒菩萨啊。因为在这个净土法门里的讲呢，弥勒菩萨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后来就几百人在娑婆世界成佛。那么现在呢，这个无量寿经讲到这个地方，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对弥勒菩萨讲呢？这个很要紧的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说无量寿经已经到方丈会上，他迟早他晓得无论名分之后，弥勒菩萨也来接这个啊娑婆世界的教主的这个位置。所以说释迦牟尼佛讲有无量寿经，最后呢要把这部无量寿经交的弥勒菩萨啊，慈氏菩萨就是在就是弥勒菩萨啊。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就告诉弥勒菩萨说，复次此事，他方诸大菩萨发心欲见无量寿佛，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甚众，彼菩萨等命中得生无量寿国，于七宝花中自灵化身。就他方世界除去极乐世界之外，都叫他方世界。他方世界菩萨有多少菩萨生呢？这个当年底下讲的多了啊，一到这时候再说。凡是他方世界要发心恭敬供养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无量寿佛你将来呢生到极乐世界莲花中化身，这莲花中指莲化身。在座的啊，各位老人家来听法这个无量寿经呢，我们首先要
为什么要讲呢？就是要熟悉极乐世界的情况。极乐世界不跟我们娑婆世界同，娑婆世界虽叫五浊恶世，极乐世界是清净的，就是极快乐的。什么叫极乐世界？就是极度的快乐。快乐什么理由呢？那么娑婆世界大家都知道，有生老病死苦，有百苦。极乐世界没有百苦啊，也没有生老病死苦，没有求不得苦，没有云障会苦，也没有爱比离苦，也没有无因助证苦。娑婆世界都有生老病死啊，求不得爱别离云障会无因助证苦都有，所以叫做极乐。所以这个释迦牟尼呢，介绍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方世界的菩萨声闻大众升到极乐世界去恭敬无量寿佛，恭敬诸大菩萨，去做声闻众啊，这些人他方世界菩萨命中之后呢，就升到极乐国中去。到极乐国里的去呢，都在七宝花中紫莲化身。七宝花不像我们娑婆世界在妈妈肚里做了八九个月十个月出来就哭，什么意思啊？出来就哭什么意思？就是伤口。可是在座的大家都不知道了，我们从小的时候与妈妈肚子生下来为什么哭啊？这个大家可能也得知道，有的不知道，你忘记掉了吗？那我来说就不记得了，没有那个人记得，这一生下来就到现在还记得，不晓得。但是他是哭的这个事实大家都知道了，为什么哭？所以娑婆世界的生口生下来就哭，原因是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人在娘肚里了，那个气温呢不同样，那个里头暖洋洋的，这里的舒服。而且这个人在母腹当中怀在八九个月十个月出胎了之后，那个里的皮肤都嫩，一出娘胎了生出来就靠的原因啊，为了这个风，我们这个人老了皮厚了，他不叫他疼了，生出来的小娃娃嫩得很。那真的你们大家都应该有亲身体会的啊，小孩生下来的皮肤嫩得很，真的像老嫩的不一样，所以胃的这个风一吹到他身上了，犹如浑身这个锥子锥他一样。不过我们那么这个不知道了，现在不晓得了。所以这不经常讲了，生出来的怎么样的痛苦法了，所以要生如生贵土卡，生如生贵土卡。你要在那个菜馆子里，你没看过那个要吃乌龟的那些人，大体是奥地上敲钞票把过来，他不晓得那个吃的那些菜多痛苦。所以我们佛教里讲的第一个是什么？你要想修行，不修行心要解散，散的最痛苦。所以说人呐、啊，不知道作孽，他以为有钞票，可是你找的你不得了啊，贪一时的苦乐将来要还债。那个我就在刚刚靠这里冲回来之后，那个身上的肉都嫩了，他就要拿着锅里去宰呀。你要晓得这个嫩皮嫩肉的别的油锅里宰是什么味道。所以说人家不相信地狱，我说他这个案子没有装，到了厨房案里去看看，到酒楼上那个菜馆的那个大厨房里去看看就知道了。那个火龟走到身上那个铁壳子冲下来之后，就是被锅里一沾了、啊、所以地狱里有油锅地狱呀。因此呢我们这个牲口不知道了，所以说希望大家吃素的人不仅仅自己要吃素，还要发心救还你家里人，千万不能杀生啊！
这个三年句我怎么佛教来讲是第一条大恶句。哎，大家都知道五戒嘛，五戒三道阴王有三，就头一条。所以在释迦牟尼的介绍佛的教义上面讲也是这个意思。因为什么呢？世界上人没有一个人欢喜死的，都欢喜活，都欢喜活得自由自在，不受痛苦嘛。哪个想我要吃苦的，我要下有苦的，没有这个人。所以在佛教里讲啊，以慈悲为本。慈悲最什么讲呢？就是佛菩萨对一切众生讲的，尤其是对我们信佛的佛教徒来说，要首先要知道这个三生俱痛苦，也违背诸佛菩萨的大慈悲心。诸佛菩萨的慈悲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表现在这个不杀上了，这大家要知道。所以我们出家人也好，在家菩萨也好，只要你相信佛法，只要你信佛法，你都要跟佛菩萨像嘛。菩萨佛菩萨的心是什么？大慈悲心为心。因此呢，我们不能杀生。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都这么好，没有吃，没有这个八苦啊，他这生在莲花当中生出来，没有酸苦，当然就没有劳苦。为什么呢？弥勒经哎，这个无量寿经前面已经讲过四十八愿，你都讲过了。不过呢，时间长了，我提醒大家，极乐世界没有劳苦的原因，它是莲花化身。四十八愿的阿弥陀佛亲自讲的，生到我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我之母君身，与佛一样的身体，所以说没有劳苦，不劳。那么说生到极乐世界就是菩萨大化身嘛，三十二相八十种我跟佛一样，既没有劳苦，当然不会病。为什么不害病呢？你要晓得我们娑婆世界的口语有这句话吧，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造孽都是嘴造孽，享受呢都是嘴享受，超级的吃下去是不是好了？人们说对，吃荤有营养啊，我看到也不见得。为什么呢？我们想想看，凡是得癌症的人，我不是说另外上火，我们西边的师傅也是一样的啊。你看那个和尚得癌症的，我没看过你。另外上一不许是和尚，我到另外上就是第三次来另外上，百零年来的，到现在我教的下山已经十四届了，就要结束了十四届，今年夏天就毕业了嘛。一次都有六七十个小时，到现在十四届一届你六十个就，你就是六百多人嘛，七百多人嘛，这要是六十个人一趟的话，十届就是六百人了，四届是六百四，就是八百多人了。没有得过一个癌症，没有。可是西会上为什么挂得癌症呢？那并不是笑人啊，这个千万要注意。我用事实说真话，因为他吃荤就得癌症了，哎，吃荤就得癌症。这个还不是我说，我要一个故事大家听听。美国他相信基督教、天主教的多，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他也吃荤的，科学家也多啊，他就研究为什么人挂得癌症呢？这个科学家在这个报纸上登的，这不是我说的啊！你不要说你聪明，不是我说的。我说这个故事证明，供着大家吃荤的人容易得癌症。结果美国人呢，现在研究下来了，他就说，凡是被毒杀的畜生，他那个血了的病症，变成什么字？毒素。所以吃的这个活杀的东西，
他这个人容易得癌症，因为他这个血里有毒了，这个血毒了呢，他就生一个癌症。这是科学家讲的了，有医务来讲什么意思呢？根据佛教讲，比赛的这个众生他有仇啊，跟哪个有仇？吃他的人的仇，就叫你吃我的，你要吃就是有个命，把命杀掉了，我不恨你吗？所以他要保护，因此他冤魂不散，你吃他肉，他就盯着你跑。盯着跑什么意思呢？这个里头有关系的啊。一个人呐、啊，有很多的原因不同样，有的人呢、啊，红光大，那个冤魂一下子上不了他的身，不要本能觉得黑的。所以有的人讲，你哪里话呀，虚话呀，这都是佛教的迷信话，我都吃几十年荤了，我还没得癌症吗？就这个原因，所以咱们佛教来讲，高人有福报，他红光大闹的那个冤魂，他就不能上升。可是有的人要倒霉了，还要倒霉怎么样？冤魂就上他身，就得癌症。哎，癌症大多数都去战斗，可是也有例外。我也是去怀疑什么例外呢？就是我亲身看到，也是现在的人，有一个老教授，70多岁，他的胃癌。老教授他不是下来就醒不掉，他60、70岁才醒不掉，我告诉你啊，这是真的。他在苏州呀，我这个明星不提出来啊。他得癌症已经住院，他的夫人跟他的女儿他们山上去就问了我，其实我也不是个看病的人了，我说我有什么办法了？你去观音菩萨吧，你不能吃荤不杀生，你赶紧领观音菩萨，求菩萨保佑你个老先生开刀快点好。哎，他好的有信心，他回去就领观世音菩萨比别人开刀起码要做这个十来本月，你看他几天？6天就回去了。老先生回来讲，他还不太疼呢。哎，就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是一个居士，也是个女居士嘞。那个才是说的是个男同志，70多岁。这个女菩萨呢，现在还在工作中，她47、8岁吧。就是你妈年前啊，要得的乳腺癌了。乳腺癌很危险啊。到医院里查，他说要开刀了，你星期之内要到，我就过来开刀。你不开刀了，过来星期你那个癌细胞就扩散了，就不好开刀了。这个女菩萨呢都还好，她说我这个幸福的人还要去开刀，有得癌症嘛。当年我在门庙下课之前也吃过荤的，就是当年也承认也罪过，可是我这个癌症不能害，为什么呢？他自己想，我媳妇家里人都不相信，家里有父母不相信佛教，出家出门之后呢，公母也不信佛教，丈夫呢死性不信的，还有个儿子。他说我一个人要是这个癌症害的要开刀的话，他们就要提醒了。他就在观音菩萨面前痛哭流涕，他说菩萨你要大慈大悲啊，我要求菩萨大慈大悲，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一个人要害得癌症要开刀，按照我的爸爸妈妈都抱怨我，公婆也抱怨我，我的丈夫呢现在有点相信不太相信，假使我要得癌症要去开刀，他就抱怨你，你问你那几个好开刀嘞？这佛菩萨命令，他是诚恳的令观音菩萨持大悲咒。你不相信啊？就是实实在在有这个事情的、啊。我心里想的，现在想想，佛菩萨真的不辜负人。6天，第7天要到医院里要去检查了吧？他仅6天大悲咒，观音菩萨念下来，那请假的啊，这个他不也害着害病了，不上班了嘛？6天去检查，你晓得吧？他不大疼了、啊，哎，不
不打疼了什么意思呢？要到医院里查了，一查那个医生说了，哎，你其实没药的，说我没吃药啊，哎，我不相信，你这个细胞都没有了啦。这个女菩萨们心里高兴是高兴，她说我没吃药，你要问我吃什么药了，我一滴都没有吃，但是我宫里也有吃的就是了，吃的观音菩萨的药。哎，观音菩萨把你什么药啊？我叫你大悲咒啊，求大悲水喝五六天，就这样子来了。哎，他说这个不可思议，我还不太相信。那医生讲啊，你这是不思议，也不是没办法说了。你说这个细胞没有了，这是真的啦。但是你疼的可以，我不大疼了。他说恭喜你好了，没有表开刀了。这个两个后人呢？啊，对。不对，我不过我不提这些人的名字就是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你要相信，有的人请菩萨，但为什么不灵？我现在告诉大家，那有什么窍门？就是诚心的关系。那个病害到那个人身上，生死关头，这个文殊菩萨呢，还有发的大心。他说假设我这个病要很成功，我的父母我的公母都要说我坏话，不仅说我坏话也帮不着了。哎，你问你有啥用能啊，等一阵了，你看开刀了，心事薄啊，你看心事薄，那帮不了。所以说这个女菩萨很诚心，病好了，你看她的公母现在父母都相信了，丈夫儿子都相信了，她告诉我的。所以说我们在座的菩萨啦，你要相信这个真话，我也不会说谎骗大家吧，我也不要让大家钱。所以说在极乐世界了，没有病，没有病苦，死苦了没有死苦啊，为什么呢？无量寿得到死苦了，对吧？所以生老病死没有了，也求不得苦，没有极乐世界你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你比方咱们娑婆世界养幸福的人啊，哎，想他哪个不想也下去了，想下去怎么得师父高，要是师父高呢，哪个怎么是师父来呢？也就连听经不过六七天才听一次，对吧？没有师父咱们高你没有，所以求不得苦，就是懂了一点发发了，有些事情不清楚了，没得地方去问，你在极乐世界就好了。那个师父懂得很，诸大菩萨我们在这个无量寿经上讲了，前面已经说了，极乐世界菩萨没有说，没有什么都说得过来，对吧？还有多大圣门云家大无罗汉，还有诸上三人聚会一处，这弥陀经上讲了吗？对吧？所以求不得果，没得，没有也没有云层会合，那个哪个云家来呢？都是同山道友，有的就是师父啊，大菩萨。所以说没有云家，也没有爱别离口。为什么没有爱别离了？我们娑婆世界，儿子啦、女儿啦、孙子啦，要是在一块那个欢欢喜喜。假设我上次说过，假设你有选择到外国留下去了，也不准他去，也不行，他的亲人的关系，你也让他去了，心里是这些不得放不下，爱别离口。极乐世界的人没有，莲花化身，都不是同山道友，都是师父，都是同山道友，同下子同修的嘛。他也不要到哪个去，到哪去了？他要到哪个去，他跟着就回来了。你像弥勒经上不讲吗？盖一个城中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具足十时烦恼本国，你吃顿吃一顿饭，供养十方十万亿佛就回来了。不要忘了多长时间啊，个把小时吧。我们来说说不是来讲，你跟着一块就回来了。而且他的做事情很多啊，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呀，我们就。十万亿，不要说十万亿了，没就十万佛都来不及念，对不对？所以那个人呢，在极乐世界呀、啊，神通大，变成十万亿个身体供养十万亿卷佛，一息功夫就回来了。
即使是欢乐本空嘛，弥勒经上讲得很清楚，所以说没有 A 比离空，也没有无因之生。我什么叫无因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靠着叫色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局长长的吸毒耳朵啊，身上接触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无欲，对吧？没有痛苦，既然世界莲花化身没有黑病，所以没有无因之生。因此那个七宝花中紫灵化身这种境界里头好的不得了，不能说。所以释迦牟尼佛亲自告诉我们，我们在座的听经的诸位菩萨，你们想想看，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这样说？就是要动云，我们可见求生西方去，没有这个半口交接，娑婆世界一个人生在世间上逃不了半口交接啊，莲花化身好得很。底下翻译告诉阿弥勒菩萨说：“弥勒当知，必化身者智慧上故，其天生者格无智慧，于无不虚中常不净法，不闻法，不尊不敬菩萨，诸生闻众无有供养于佛，不知菩萨法色。”不得修其功德，当知此人所事之时无有智慧，以何所知？我们才说的呢，上次已经讲过，这个以后呢，极乐世界的以后生了病去，人不不去，不敬佛，不闻佛，不供养大众生奴，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智慧当中有的以何修。这个极乐世界菩萨生到极乐世界的莲花化身当中，他们有，他叫贴身。贴身呢，实际上呢，生到鱼层，是边区。什么叫边区呢？在无我区中，生到那个地方叫鱼层，啊，也叫边区，就是极乐世界的边上。其实他这个也不是贴身，在无我生到那个地方也是化身出来的。形容这个胎子什么含义呢？就是有余心。余心它余的什么呢？我们上次课讲可能大家忘记掉了，有佛有啊，不思议子，大乘不可称子，大乘光子，无等无人居上圣子，这个是种智慧。因为他不了佛智故，所以叫余成，也叫贴身。他这个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其贴身者格无智慧。无智慧这个意思你们要知道，能生到极乐世界这个边区贴身的话，还是有智慧的，就是不过他不能深刻理解佛的这个无智，所以叫贴身啊。因此呢，他生了病区无不去，不敬佛，不闻经法，不敬菩萨，诸生闻众，为什么呢？无有供养于佛，不知菩萨法色，不得修习功德。因为他这个没有开佛眼，没有得到佛智，所以得到佛智呢，他就知道了。有人说就看这极乐世界不大好生了，很难了，你不难，为什么不难呢？你要知道疑惑心就是智慧差的关系，不是像我们在娑婆世界疑惑极乐世界有没有啊，我们这个来不来啊，那个疑心呢，当你决定不得人生西方了，他已经生西方的人，这个人疑神就是怀疑。怀疑什么意思呢？不知道佛智，大乘光智，不可称智，这个是佛的始终智慧，他不知道，不知道没关系，但是生在无我趣当中，不仅三宝，他做什么了？做解生也解释，我们的体会也是这样想，什么意思呢？我上次可能说过了，大家忘记的，等于我们一时错误犯的错误了啊，公安就把我们带进去了，你们有什么大罪也不能碰刑，
也是在主里说的，叫你好好想想，你事情做的恰当不恰当？不恰当，不恰当，为什么不恰当呢？啊，叫你想。也就是说，在无序当中反省自己的罪过。哦，晓得了，我做的错事了，所以公安才把我抓着就走了该，啊，拘留所的拘留。那时间长了吗？不长，那十天八天几天就把他放出来了。为什么放出来的？公安局的肯定我没有去过，就是实际上话，一直含义就想的这个含义啊，就是说你要想公安局觉得从今再不犯你错误了，啊，本来也爬的时候掏了个皮盖子的，我今后想你们不下保证，我好好的劳动，好好下去，再不做这个事情了。这不叫事情就该毁了嘛，啊，想领导上交代了，想公安局公家交代了，啊，想就不做了。在这个极乐世界异常无不虚也是这么含义，等你反省懂了佛的智慧。我为什么有缺点呢？有什么缺点？已经升极乐世界了，为什么不在升到极乐世界密地去，来住在冰区来住在冰层的呢、铁层的呢？原因就是说不懂佛的智慧啊，所以无有供养于佛，不知菩萨法身，不得修习功德。当知此人说事之时，无有智慧，以何所知？啊，的不得智慧，不了解，是这么个原因。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以后不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人以后不同样。底下释迦牟尼那个又告诉我们的菩萨，这个主义层的情况了啊，佛告弥勒，譬如尊人圣王，有七波罗哟，你看啊，种种庄严，藏系权杖，寻诸尘盖，若有诸小王子得罪于王，请来比狱中，昔日金属供养饭食，衣服穿落，花香纸鸭，如尊人王，无所犯所于任何，此诸王子宁乐必出乎？这段文字大家一念就晓得了。譬如一个尊人圣王，他一个老干，他个老干什么样的？那个人就好漂亮哦，你的种种庄严，那个老干的种种庄严，藏系权杖，寻诸尘盖，还有诸小国王犯的法了啊，得罪于王，请难必狱中。这个例子啊，在这个这文字上呢，要读困难，难了就收到老干里去，收到老干里去啊。这个例子啊，大家要注意，不是把它逆进去，不是逆，要懂难，收难的难啊，是叫它个例子。那个含义才讲得通。这个尊人圣王嘛，这个小国王呢，小王子啦，犯了罪了嘛，把他收到罗干里去啊，这叫千难必狱中，把他关到罗干里去。是以金手金手，金刚里带的个金铁链的金手，不是铁的哦。供养饭食，衣服穿落，花香纸鸭，如尊人王。他享受跟那个父亲一样，这个譬喻大家要知道啊，就是我们在娑婆世界人没有开大智慧，没有懂得佛智，大乘光智不思议智，因此呢，就叫疑心，疑心他已经是佛智了，已经是佛智，他这样享受这么好，你看，对，跟尊人圣王一样的享受。无所犯所，这你看见怎么样呢？这佛经里面不是讲如意融合，此诸王子临了必出佛，这些王子走到罗干里他高兴吗？哎，所以说弥勒菩萨就地佛讲地愿佛也不是的，这个不是不也表明不老，就是佛也，佛也是不不解释的意思，不定，为什么呢？但种种方便求助大力，欲知明确，他有未来。那这里不是享受蛮好吗？啊，
彻底从你享受的都跟那个中人上王一样，这个王子了赶紧翻，因为你这种金属精灵的把它扛不得回来，但是他这个王子愿意不在愿意在你的享受了不高兴。这个譬如就譬如我们在娑婆世界没有下下定了没有理解佛的大智慧，因此之后呢把它升到冰层，这个冰层的人升到太深的地方，那高兴吗？不高兴。那享受蛮好的，跟那个极乐世界内部的一样的，他还是不高兴再走。因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不敬佛法，不敬三宝，不供养三宝，没能求得福报。所以说在这个冰城的人跟那个王子一样，也不愿意等到那个老干里想，他要求出来啊。所以说弥勒菩萨地狱不也，那不也就是不他不会不要，但中中王命求助大力欲知明确，他一天到晚都想办法要求那个帮忙啊，你那个点我跟我爸爸说人情就要把我放出去。反日就是说我们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冰区的人也是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躲到这个老干里来了呢？我这里面说了都是自己反省哦，我还不知道不得大乘智慧啊，大乘光智不思议智，这些智慧咱们了解，因此这个关系就是反省了，反省他的错误。底下是佛告弥勒，十诸众生亦复如是，以以后复自供生彼七波功德，无有行犯，乃至一念恶事，一念恶事都没有啊！但于无不会中不敬三宝，不得供养，修诸邪门，以此为菩萨，为以此为苦。他这个苦什么苦啊？就是不敬三宝，不能供养这个，不能修筑三门，这个才这么一点的关系。所以以此为苦，虽有余乐，犹不乐彼，犹不乐彼处。因此，如果他住在以前的这样情况，乐此众生失其本具，生智慧则求离彼处，即得如意，妄以无量寿佛所。恭敬供养，一得品质无量无数诸余佛所修诸功德。只要改悔了，只要认识他的错误了，他就到极乐世界内部去了，他也跟其他的人一样啊，即得如意妄以无量寿佛所恭敬供养，一得品质无量无数诸余佛所修诸功德。一只要升到极乐世界内里头去，就跟其他的菩萨一样一样，不仅仅到极乐世界内部，也能可以到他方无量世界供养无量诸佛去，就差这么一点点。所以在娑婆世界的人念佛，生西方的人不多，生西方的人不多，原因在哪位？就是不懂佛的智慧。什么叫大乘光智？我们上次讲过了，不思议智什么智都不讲过了。我也希望大家呢，好在我们现在有两位菩萨居士发心做这个光盘，那光盘呢，要是无量寿经这个光盘出来了，你听一遍还不行啊，啊，听一遍不够，那光盘出来了，大家你请你啊，回去多多看看，多多听听。听这个光芒有什么好处呢？这是孔夫子讲的嘛，温故而知新啊，小儿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好，你下过一遍再下一遍就是温习嘛，温习一遍那个问题啦，就清楚的多了，清楚的多了你心里就高兴了，不亦说乎，高兴了吗？是吧？所以听一遍两遍行不行？不行，起码像这种经呢听个四五遍也不多啊，就希望你们将来的事情了。现在呢，释迦牟尼佛接受这个具体情况，生贴身的不想娑婆世界贴身，但是疑神，疑神什么疑神呢？就是不相信佛的智慧。现在呢，你要知道，
啊，所以是迦牟尼佛告诉弥勒菩萨，弥勒当知其有菩萨生于惑者，为说大利，是故应当明心作佛无上智慧啊。明心，明就是要有智慧，有智慧表现在那块就在信心，信心足不足，那智慧大不大啊？所以生极乐世界这个信字特别要紧，有信心当然还要翻愿。那么遇到极乐世界的人呢，就考究信，要考究信，认真的相信。就是佛告诉弥勒菩萨了，弥勒菩萨接受佛的教诲了，底下就是意思这个含义。弥勒菩萨不发言世尊，于此世界有几不提菩萨，生彼佛空了。就是跟弥勒菩萨问释迦牟尼佛，我们娑婆世界有多少菩萨生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意思，这个大家活动啊。佛告弥勒，于此世界67亿不提菩萨，往生彼国，1亿菩萨一尊供养无数佛诸佛，次如弥勒者也。跟弥勒菩萨小一点点，次如。思路就是比比啊，啊，比你弥勒佛的这个功德小少一点。想想67亿，我们有份没得份了，你看看人争取了，好好用功，多多念佛，啊，心里别坏念头。哎呀，坏念头，我不懂坏念头，你不念佛就是坏念头。你晓得吧，这个大家要认清楚。像这假如说你现在听着个不念佛，你就观察自己这个念头在什么地方，嗯，看得到吗？看得到，绝对看得到。我们佛教的教理上讲，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如果不念佛的话，都逃不出其他的九界，究竟我们陪陪行啊，佛底下就是菩萨，我们做不起菩萨，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呢？菩萨智慧多大，菩萨要修六度万行，我们一样都做不到。为什么一样都做不到吗？我不是都做了，做不到。我把这些写了个就是不清净，你们想想看。比方说你这个路上看到那个啊狗花子或者穷人残废人，你就说你大方了，来10块钱一张的，把它了不起了吧？哎，10块钱不说了，你心里懂什么念头？你说，总归这样子想，哦，你10块钱把它取了，对不对？你这样的心就不清净，为什么呢？我起码它还不清净嘛，嘿，佛教里讲的三轮即空，你懂不懂？什么叫三轮即空？能识的人，所识无的东西的那个人，中间一个钞票，你空不空？如果不知道这个空性，你完全是人天福报，人天福就是坏念头。为什么人天福报是坏念头？你升到天上去，天福相应的就要躲避哟。虽然表面上看见是好，我不是个人的，完全没有真知道空性，这个不是，不是无漏功德，叫有漏功德，所以要生人天福报，人天福报享受了了，你就完蛋，要多地狱。因为什么道理呢？像现在的人不是骂人啊，这个大家根据佛教理讲。我们佛教里的讲这个三轮即空的道理，我们在座的你们在座的菩萨，那当然连我在这里我也做不到，我心里还没清净。为什么呢？光是理论上说不行啊，要思想上做。所以说为什么三轮即空，我讲这个道理跟大家听听，你们自己在书上也可以看的道理。什么叫三轮即空？我为什么空呢？我是四大俗尘的家里石刻之呀，出去了，悟空了。你知道这个就空了，还没空得掉，对不对？
地方那个收无钞票的那个人，无论什么残废人、老人什么人，即使你10块钱，他也是根本空了，他根本知道了不空了嘛。你有了中央这个10块钱几张票子，什么东西做的？也是四大收成的，抵御无风啊！哎，钞票抵御无风，当年呢，你的钞票怎么做起来？你们知道吗？那就是纸的，它离不开抵御无风。这个质量，这个纸头就属于地道，它不是一下子就变成纸的，它的原料是什么？有的人说啊，这是石棉的，或者是竹子的原料。我说是啊，它为什么变成纸呢？啊，他必定要把这个啊变成浆，变成浆，纸浆嘛，纸浆再组成纸，纸浆这个怎么会变成纸浆呢？要把它弄碎的，要机器打，要这个火来烧，烧干了才铺成纸。你看这个里几乎我们都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四大都空不了。你是他空不了，我也是他更谈不上空。这个钞票一本人的他的本来面目，所以这种修行布施法就叫人天福报，不知三人俱空。要知道三人俱空什么样的菩萨做到了，菩萨首先要了生死的人。你不要看到阿罗汉，先要证到阿罗汉，破这个五执，就是生空。五执之后要进一步下佛法，才能做到法空，法空只能行菩萨道，懂吗？法空行菩萨道才能不执着，你有我，外有人，中将有钞票，三人俱空是为什么空呢？你看外的这个人是四大组成的，你里的五这个人也是四大组成，中央钞票也是四大组成，因此四大没有两种，这里面佛教里讲地虚胡风叫四大种，本来没有你无他，你相信不相信？相信的人都不多呀。所以说我们不能做菩萨，修的菩萨道修不上。哎，念佛为什么做什么？念佛是阿弥陀佛力量呀，不是阿弥陀佛慈光加倍我们能生西方吗？你要晓得，就是能生西方的条件也有你下功夫的，不是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打到妄想。上次一个老太太告诉我这笑话了，我说他念天天都说他念30万佛，我说你怎么来得及的？嘿，比难得很，我念着佛看着电视，你看他看电视念佛，这个念佛看电视有用的吗？没得用，但是呢也好，他不骂人啊，总是信口啊，你后面都是信口啊，不是挖口，比那个马人好一点点。你看妄想心念佛不得生西方的，要以心意意念佛才能生西方啊，这是佛经常讲的，你们觉得不？弥勒经各个人都说拉一拉拉拉拉三拉拉四拉拉五拉拉六拉七拉一心不乱，释迦牟尼佛叫我们一心不乱，你给他看电视他笑起来了，要看那哭死你也哭起来了，对不？那个妄想心念佛绝对要不得，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告诉我们啊，弥勒菩萨又问了佛，那又怎么样子呢？极乐世界生了极乐世界有多少人呢？我们娑婆世界有67亿菩萨到极乐世界去，你看这个底下的什么话，他有这个条件才能生极乐世界，什么条件？67亿不退菩萨往生彼国，一菩萨一真供养无数诸佛，次如弥勒者也。有这么大的功能，在这里有人超会想呢，想起来，哎呦，我就开始不得往生了。可弥勒菩萨想，弥勒菩萨多大的功能了，我就比他小的我也做不到。不过要求是不高的，你们不要害怕。我经常讲主要的叫你念了一心不乱，但是这个一心不乱呢，我们净土三经上啊，我们下次叫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介绍阿弥陀佛的历史故事，这个上的修行要领是什么呢？我们前面已经下过了，三昧往生当中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作念无量寿佛，
一向作孽跟这个一心不乱，要求就要稍微低一点了。一向作孽也不容易，就是了，还不容易啊！你别说，一向怎么叫一向作孽？吃了往返行住坐卧，做功夫都是更别谈了，都要一心一意的了。就是平常你们在家的人啊，烧茶做饭、烧鸡搞卫生啊，迎宾待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都要记住。这个不容易，虽然不容易了，比那个一心不乱要容易的多了。一心不乱要动烦恼的了，这个不要求动烦恼了，所以容易的。最容易的有没有了？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有三年往生法，三年往生法这个教头聚集了，并且在十六观经上讲，无论十恶的人，你能发心求生西方，照样去。无论十恶，大家都不会做到的啊！什么叫无论十恶？有的知道了，我要说一遍也好。杀父、杀母、杀无漏患，却不生心，破户获生。我看在座一个人都不做不到，那个杀狗爸爸的没有，是不是？杀爸爸妈妈、杀妈妈更没有啊！杀无漏患，你也找不到无漏患，你还杀你吗？对吧？缺乏生虚了也不可能，不过咱们佛教里在末法时代缺乏生虚有一个，我那个命不算了啊，已经过去了，今后也不会错了。缺乏生虚无故的把佛像打坏了，就是缺乏生虚，无故的把佛像撕掉了，那很庄严的这个佛像，他不相信嘛，不相信现在这种人还是有的，很危险。无论是经本子上的还是单的佛像，假使这个佛像，有的人问我过的啊，法师啊，都一定难的啊。我家的供的那个佛像纸的时间长了，那个纸啊崩去崩去都不能碰了，怎么办呢？我也不敢弄它，因为一弄它，别人缺乏生虚怎么办？我说你这个把它佛像烧掉，赶紧请个好佛像再供起来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像时间长了，这个纸力去了嘛，你不能碰了，甚至你即使不动它，风吹下去的，它就坏掉了。假要如果是这样子把它坏的，挂这个也不庄严，还是把它请烧掉。不过呢，你不是恶心，因为你要请个新佛像来供起来，这个不送，这个不送缺乏生虚。这个大家要注意，现在还有一种瓷的佛像，你看观音菩萨啊，也地藏王菩萨，都有一种瓷的。瓷的这个东西不是有形的啊，一碰，后来掉了个膀子，还是把我的刀掉掉了，有的把那个底下那个莲花珠子碰虚了，怎么办呢？所以你就把它一直打打虚撂它。不过你要晓得，不庄严的佛像供出去多少不好，你自己心里也不大高兴，那个人啊也来看了，哟，这大坏菩萨，你看，坏菩萨坏了吗？菩萨不坏，在那个挖瓷像坏了，你换一个就好了，啊，这样子呢，拿这个好的来换一个，心里不说你不缺乏生虚，这个我们。应该要知道，不要是教条子不行。哎呦，这个佛经上讲的不能缺乏生虚啊！那个来头的这铺了一边了，你还要来供那个回佛像啊？不行，这个都要注意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念佛的人，只要做了这个一向作孽，让他当年举好一心不乱了，就是生念念佛了。希望大家也不要误会了。有的人怎么误会吧？他这样的，哎，现在好时代啊，有钞票，钞票有嘛，什么人都吃得到。哎，那个和尚讲的，临终生念就能生西方了吧？我们现在一路先吃吧，啊，你看，哎，那到下一下一，到临死的时候念十声佛就好了，没得这么特别。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这这么特别呢？你们要晓得了，临命终是能念佛的这个人是一个大
佛陀的，在注解上有注释啊，你比如说二祖的心脑大师也是提述，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天天中智者大师有弥勒所说啊，也是观经所说，还有云中说，还有妙中说，你的讲了这个问题怎么解释的呢？他说临终生念往生的这些人是过去无量积累修的功的很深很深，他为什么今生的做这些坏事呢？这个也是因果报应。什么因果报应？无量积累他在这个轮回当中受人的多少害啊，他病过多少次数重，病过多少次数饥饿干，那今生呢要把这报仇的这个仇要消了了，就是说把它再要讨回来，所以他才做这些恶事。做这些恶事呢，临命终是还有一个大问题，你一掌要削尽那个嗓子才会来，一掌如果削不清，你遇不到嗓子上，你就不得生气吧。嗓子上来了，他还要相信净土宗呢，不相信净土宗，顶你脚你参禅，你来得及参吗？参不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临终生念往生，就是大有善根的人才得到。你能估计你自己的善根很厚吗？你能保证你临命终是不害病吗？你人临命终是遇到那个善知识吗？善知识还有是相信净土宗的吗？很多的问题啊，值得研究。所以说祖师的注解上讲，还不如现在老老实实多念佛，把这个本经准备多准备好，不要临时报佛家来不及了。我才说的呢，就是临命终是生理难忘生的这个人，都是无量劫修的善根已经成熟了，所以他临命终是不害病，就是害病呢他心不乱，这个不容易。因此呢，释迦牟尼佛说这个三经啊，十六观经呢啊，有这个生理忘生啊，无量寿经前头释迦牟尼佛介绍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也是生理忘生，虽然有这个生理忘生法，你不能依赖。再调回来讲一句，就算你善根深厚，你有把握，你还是多念佛好。为什么呢？如意大师讲，你念佛的功德一生啊，莲花品位高，上品上升，升极乐世界，当时就花开见佛。要是下品下生的话，你们都行，那个十二观经上都写得清清楚楚啊，要少大劫啊，那个时间很长啊。所以说你还是愿意等到贴莲花的少大劫来，还是到那个愿意跟着去花开见佛呢？没人说我要听那个生贴莲花的，当然生到贴莲花的还是不错的。为什么呢？你升级了世界就源不退转，学了一个少儿打击还是不错。为什么呢？总会都比斗地要活得多吧。在极乐世界有什么的口舌少儿打击就了了，就花开见佛了。假使在娑婆世界，你们大家要注意这一点，我们不要是翻大故事，就是小故事啊，多一个地要不得了啊，都要看多少技术啊，多少技术地要来说，动不动就是一个无量劫无量劫。极乐世界谈的顶多的少儿大劫，一个无量劫一个少儿大劫，你说哪个长多哪个长少了？哎，所以你佛的人呢也比较灰心，万一不得上品上升，去个中品中升，中品中升不得来下品下升也好，比不生西方都要好得多。所以说极乐世界我们娑婆世界一多少人去了，以六十七亿不退菩萨往生西方，这些菩萨过去都供养诸佛了，
供养无数诸佛啊，他的位置比弥勒菩萨还低的。这是大菩萨往生，这些小菩萨有没有？有。你看，诸小行菩萨及修习所供的者，不可称之给他往生。这是包括下品下生的人都在里头。这个要求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你发愿，你们的功夫有轻有深，这叫发愿一定要。一个是相信，一个发愿。有运行决道往生，你们的功夫有轻有深呢，我个品位有高有下，这个要紧的很。这个话呢跟弥勒要解的那个故事差不多啊。能得心门乐上明杀人，得不到心门乐在中明中生。我们才说的像无量寿经前面讲的那个一向作念发菩提心，一向作念无量寿佛，那个大多数中明生，中明生啊。如果是根据这个十六观经也好，也有个四十八愿那个生年亡人呢，那个品位要低一点，都是下三品多。所以这个地方无量寿经也讲到，诸小行菩萨及修习所供的者，不可称之给他往生，这就包括下三品。佛告弥勒，不但无差诸菩萨等往生必告，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不仅仅娑婆世界一个国土，生西方的人有67亿，他方国土底下有12、13圆佛的世界。那释迦牟尼佛介绍了，那底下就讲，其地一佛名曰云照啊，云照菩萨啊，云照佛啊，云照佛，他那个国土有多少人去了？必有880亿菩萨给他往生，一880亿，我们娑婆世界还不多啊，只有67亿了，那个180亿比这个双。双臂啊，孤独人啊，三臂了，你看三臂了啊，180亿嘛，啊，3×18嘛，你看，比较三臂差不多了。该当往生，此地三佛呢，名宝藏，必有90亿菩萨该当往生，一臂半，对吧？这个底下都容易懂啊。此地三佛名曰无量应。必有220亿菩萨给他往生，哦，这个他的国土的人去的更多了，220亿。其第四佛名曰甘露位，必有250亿菩萨给他往生，第四卷佛就更多了。第五卷佛名曰龙圣，必有14亿菩萨给他往生。其第六法名曰胜利，必有10000000菩萨给他往生啊！这个里的世界的人去的不多，这有10000000啊。其第七法名曰狮子，必有500亿菩萨给他往生。哦，这个国土的人去的最多了。其第八法名曰离垢光。必佛有80亿菩萨给他往生，此地九佛名曰德应，必有60亿菩萨给他往生，此地十佛名曰妙德山，必有60亿菩萨给他往生，此地11佛名曰龙王，必有10亿菩萨给他往生，此地12佛名曰无上花。必有无数不可称之诸菩萨众，该不退着智慧勇猛，以正供养无量诸佛，于七日中尽能吸取不轻易及大事，所修坚固之法，四行菩萨给当往生，四等菩萨即是菩萨。其第13法名曰无畏，必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之给当往生，那共有13圆佛，其余的名字都有没在解释了啊。这个底下有一个名词要告诉大家，
与赤乐宗晋南西区博兴义街大师所修坚固之法。什么是坚固之法？大家看到了吗？坚固之法是什么？那就坚固之法名字上都没有，坚固之法注解上的菩萨我们看到了，这个菩萨解释怎么样？什么叫坚固之法？第一句就是佛性，就是你的真如啊，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什么说真如就是坚固之法呢？我们先要讲讲这个真如的真假的真，如如不动的如。怎么佛教里讲这个真的是绝对的真，世间有为法都是假的，所以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莫有嘛。现在我们佛教里讲这个真呢，就真的这个世间法讲的，世间一切法都是幻化的，唯有佛性绝对的真，绝对的真。这个真假的真呢，怎么佛教里就是金刚坚固身，哦，有的地方讲了金刚不坏体，金刚不坏体，真正的金刚做的还要坏的呀，有为之法还是坏的。不过是佛教的这金刚不坏身呢，金刚譬如玻璃、智慧、光明，金刚是譬如，譬如我们佛教内部来讲。就是金刚身呢，就是不离法身，法身到哪个会分呢？法身品一切处，尽虚空品法界，无不是诸佛的法身所在。啊，说起来要讲特色的说句真言话，我们在座的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学习佛法，我们这个讲堂里讲的什么呢？讲的佛的教导。大家有没有想呀？我们住在什么地方？你有啥不识他嘛？不识他，不定不定。我们都住在诸佛法身当中，因为诸佛的法身譬如绝处，这地方没有法身吗？有啊，有法身呢，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学佛法的人佛教徒，首先要体会基层道理，这一层道理很要紧。你要知道法身，法身譬如绝处。我们在家里跟同乡们讲也是这样讲的啊。我说师傅们，你们早上不要上高地，嘿嘿，看到比胡同的睡觉啊。你以为讲下法师没有找得到呢？某人讲下法师的，你某人是家某人把十方诸佛了吗？这十方诸佛譬如绝处，那些虚空的地方都有释迦牟尼佛一些诸佛的法身所在之处。你那个比悟空那一空的地方，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就在那个地方。你吐我吐哪个？骗是骗自己，没有骗到别的人，十方诸佛根本就骗不了。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诸佛的法身譬如绝处，真正佛觉悟应该体会这个道理。但是你没有体会这个道理了，你的佛觉悟这个名号还要打个问号了。为什么呢？你没有真正体会到佛的法身譬如绝处，你真正体会到佛的法身譬如绝处，你打个妄想，诸佛菩萨都知道呀。不要说外的那个虚空了，你身体你是靠这里的对空间吗？啊，大乘跟小乘那个五脏旁边还有虚空的地方，你若不是石头一块呀，你这个肚子里都有虚空的地方，诸佛法身都可以接触哎，你身体都是假的呀，都有空间的地方，你要举着会张耳朵鼻子眼睛，哪个没有空间？有空间都有佛的法身在你那里头，所以我们真正体会到佛的法身可以接触，你就不敢打妄想。你就不敢想别的心思，你就一定要好好的念佛了。我们经常念佛，多多念佛，生西方的品位都高啊。你要把阿弥陀佛忘记了，你就是生念。生念呢，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是了，十就是往十掉头了。你把阿弥陀佛忘记了，你把真念就掉头了，真念掉头到哪去了，晓得吧？本念佛就是你魔，你们说
我那个，那个时候我长毛了，我什么毛啊？我根本就没有毛，没有毛，一天到晚做毛。首先告诉大家，最大的魔王是哪一个？你知道吧？啊，天上魔不是，五只大魔。我们念佛的人如来不认的这个根本的大毒瘤，就是五只大魔。什么了法？什么了西方？放不下这个身体，哪生西方呢？你这么大包袱怪在身上，你怎能生西方嘛？所以念佛的人也要看破一点，放得下一点，就走得掉。哎，禅宗里这么告诉了吧？一个三智山很文明，不是现在的人啊，过去的大三智山多啊，不像现在找不到了。一个学生就参访那去了，参访从前的秦胡子都挑个高级男的嘛，一头一包包衣袍，一头嘛一包包衣袍，一直海外混人去挖过，还有呢找过去了，新疆生有十八种嘛，啊，那就不谈了。那个这个参下的这个人呢，都有从前都参禅啊，不像现在有念佛了，参禅他就走了回家，请问打的。什么是怎么的开始开始了？他说，那个三只山这个坐了那个不动，放下，叫他放下。那个参悟在等他，是觉得把担子放下来，哦，放下，放下来了。他回来看到那个担子放下，他还叫他放下。他在说他头上戴了个鸡帽了，也烫鱼的那个斗笠啊。又出来了，又放下放下。第三句还来是放下。这个下人呢，连参访的这个人呢，弄得不懂了了。那怎么还叫我放下呢？我担子放下了，斗篷也放下了，还放什么东西了？他说大的慈悲，我下人放下了，放下。还叫他放下，说你叫我放什么东西来？把无放下，无执放下。你站的这个，你认为是无，错了。所以说，放得下的有力，扯皮囊都放下。我们生西方的人在座的菩萨慈悲啊，不是我故弄玄虚啊。假使你听了完的永恒都永恒哎，那么我们就拼命念，又念这个经，又念那个经，后头呢，你永恒的时间少，忙那个扯皮囊的时间多，嘿嘿，忙什么事你们知道吧？我们山上就有那些师傅嘛，我并不是瞧不起师傅，不看不得人的，那个高卫生呢，你不叫人高，我在。有时候他们和那个冲澡，我就是不欢喜冲澡的。他们弄两个桶水，半桶开水，我的掺那个冷水掺下还不够，弄第三个桶，又冲半桶开水，又那个掺那个凉水是不弄，一个人洗三桶水，他怎么洗不着？先把身上浇一锅，那这个年纪轻嘛，他不怕冷嘛，我们就吃不消了。浇一锅之后呢，什么什么什么沐浴露啊，什么东西啊，我不懂啊。没身上擦，擦了一会之后呢，就拿那个手套子上面再一块套在手上擦，擦了一锅了，水冲干净了嘛就好了。他说又来擦，擦了又来冲，把三桶水冲五六次。哎呀，我这身上就这么脏、啊。我得想起来蒋刚中那一两句话，知道吧？叫文刚中啊，说叫文刚中是教理不可不下的，他也这么两句话了。我们要观立身了，有五种不净，有五种不净，什么五种不净呢？种子不净，住处不净，出处不净，究竟不净。这个有五个道理的，可能讲难的说一说啊，不，你们明天下课了嘛，再讲难说一说。种子不净的是我们底板，我那也是来投胎就是不净，颠倒了胎，
顶到了台南中心，金富生成金木生爱，就顶到是讲就是不干净，乱想顶到想来了台里。第二个住住不进来，身上之下，缩脏之上，身上缩脏你们可能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身上是胃子，缩脏就是大肠，你的装的东西你们可想而知啊，那个地方不干净。吃的东西也不净，吃的东西是什么样？妈妈的血，妈妈的血，一血滚的，胎儿在胎中他怎么会长大的了？那吃母亲的血呀、啊，一个血滚的通了这婴儿血里，吃出不进来第四种，你大家都知道，这母亲的小便闹出来，那个地方不干净。第五种叫究竟不净。这个中央中有书可查的啊，究竟嘛对什么样呢？中林利用四大黑水来撕这个臭皮囊，把它撕了微微了，那成了一个灰心的大地那个骨头，撕了微微了了没有了，就那个骨头一个血子，就是一个灰心的大，你鼻子鼻子闻闻都是臭的，究竟不净嘛？你洗得干净嘛？所以鲁拉斯就身体放不下的人不得往生，哎，什么沐浴露什么什么橡皮皂我都要洗澡了洗干净了，还有那么什么香水精擦擦香不了啊，不会香的，臭的嘛，都要洗干净了，又放得下的身体放就快点，因为什么道理跟扯那个柴火这样子，那个打的闪子是叫他放下，我们应该要学着放下这个道理。诸上三人慈悲啊，实在的话呢，我们是真心话，想生西方是要放得下的。这个讲的就是经过之法啊，我们佛教里真正有经过之法，有真如佛性啊，真如佛性，所以说大师所修经过之法。这些菩萨给他往生，这些菩萨修经过之法的人才能往生。那反过来底下一句话什么意思吧？你们知道吗？不修经过之法的人就不得往生了。所以说我们要晓得，放不下的人，在座的菩萨也好，你们大家也好，要想生西方，在心前。像我们出家人差不多一样的，出家人呢、啊，吃饱了、充足了，其余的就丢开来了嘛，啊，不要挂念家里，我说你事情，又是，哎，这个家里孙子照应了，外头还有个外孙子呢，你说外孙子顾不了啊，晓得吧？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这段时间好生不好生，好生，你就放得下去，去得快。放不下来，取不快了啊！大家要知道，极乐世界一共以释迦牟尼佛介绍这个底下，还有第十四卷佛各种的菩萨给他往生。十方世界无量佛各其往生的一佛如是，甚多无数。无但说十方诸佛名号，即菩萨比丘啊。身必国者昼夜以疾尚未能尽，无尽为路略说之后，江南的叔叔啊，听了这个地方应该知道，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法界之内无量诸佛国土都有了往生极乐世界，假使有无所以昼夜所疾若不停都受不了啊，因此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呢很大，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活得下来？啊，这个下次告诉大家，这个好得很。啊，向下文章，下次再讲。Thank you.
阿弥陀佛耶，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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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耶。